酱料我用不这样，现在已经开始用了。对呀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。耶稣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相爱，想着别人多一些，想着自己少一些。是啊，我们还有一段，再来一段。老周啊，我现在知道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了。想清楚了，终于想通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刚才看到了小孩子，看到了大人，看到了夫妻，做什么的呢？还有在公司上班的人都看到了，就是觉得吧，这个人，不管是做什么的，他的心里呢，就有那么一个黑暗的角落，都有一些。甚至会想不择手段的去害别人，对的，而且好像是我们都无法改变的一些事情。可是老周，我还是有一个问题。什么？这个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信了耶稣以后，我的生活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，就不会再有什么挫折和坎坷？这倒也不是。不是啊，对，你可能他会有困难，会有挫折，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呢，心里有平安，心里有喜乐，可以度过这些困难。就是说信了耶稣以后，他会改变一个人的内心。对，他改掉了我。怪不得你刚才那么高兴，好像你的人生总是充满了希望和力量，还唱了什么欢腾来着？不是欢腾。哦，对对对，不是欢腾。那个。我现在觉得我们的人生还是有希望，虽然现在有这么多不景气的经济呀，各种状况都不好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希望。是的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希望，因为耶稣给我们带来纯正的希望。